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。还好我带着强攻，没有带征服者。吃点饭。全军出击！哎，这个英雄长得有点像坤坤。杀一刀 A 两刀，平 A 打强攻 ，A 一下扎一下 ，A 两刀，平 A 打强攻，再 A 打强攻 ，A 点也扎闪现，三、二、一，哇，扎！哎呀的！哇，扎！快点！升级啊，这波谁升级谁就能拿到先手。平 A， 平 A W 没有 A 两刀，吸哎，回家，手慢了，手什么慢了？鳄鱼没升二，他没升二，他慢什么玩意儿呢？他一级，那是我的等级二级了。这个实际等级以我的等级为主。但是他一级他就学了个 Q， 所以我们就只有一个 Q。 明白了吗？哎，定扎两下，掏一下，扎两下，平 A， 平 A，A 接扎，吸，又放了一个手，可以。回家了。这兵线为啥没推过去呀？溜了，回家了。来个正午箭袋儿，这个英雄打什么位置？打野呀，打野，上路凑合凑合用吧。打那些长手英雄，这英雄玩不了。上路的话，
我操！晕，掏两下 E 一下 ，A 接扎，接 A 两下，接平 A 点烟，平 A 接扎，再 A 两刀，一个平 A 吸 ，A 接 W 溜。红路扣，这那鱼须须真的低。那鱼主 W 是吗？看见他二级 W 了，哎，这行啊，能知道对面怎么加点的。我是他那 Q 伤害咋那么低呢？原来是主 W 技能的。黑雾由我滚滚而出，万如大虽然偶有衰落，但如今我们将汹涌无来啦，鳄鱼。现在我们没有点燃啊，开双倍了吗？今天没双倍，明天双倍，今天一点二倍。鳄鱼不补刀了，鳄鱼，我操！扎 A 两刀，中扎两下，掏一下，扎两刀，平 A 一下，得大招接扎平 A 吸三级 W。谢谢摸着感情的抽奖机器。拆塔。晚扎 A 两下一 W 溜走。再扎。A 一下 W 溜走。接扎。吃药接扎 A 一下 W 溜走。我操，我开放，我开创了一个新的耗血方式啊，真恶心啊。扎 W 晕，扎两刀，扎一下。你们看见我 Q 出手了吗？没看见吗？这个剑就是这么的快，好快的剑呢，击剑。就是 W 跟 Q 可以一起放，没有后摇。A 扎，扎一下 ，W 扎，你看，
其实能秒他，但我觉得这波塔下吧，他万一有大招把我反刷了，咱不合适，知道吧？咱们不合适，我直接先回家出装备去。现在我其实已经有点无敌了。我早晚会被毒怪在城市间散播的。秒了他试试，一下直接给大走，来潘森闪现一招，潘森怎么了？潘森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！塞拉斯来了，塞拉斯来了，塞拉斯来了！先 W A 两下，掏一下 A 两下，先吸，不要害怕呀，插个眼儿。你这潘森怕什么玩意儿？你不回头，你让我怎么上？我这么脆，你还有意义呢？开了。摸鱼，扎两刀，扎一下，扎两刀平呗。中，扎一刀走了。回家。杀人去，再把个露露水银海先搞个吸血，带个扫描出个攻速，黑雾缭绕，下路全是我的人头，完了！哎呀，全是塞拉斯的人头。现在我将Killing spree。等一会儿吧。吃个药，吃点饭。逝去的都在我身边。W 掏 A 两刀，扎一下 A 两下 A 接大招 A 一刀再 A 一刀，接扎。吸吸，跑快快！他打完了。走吧，看看这阿卡丽能不能杀一手。W 可以穿墙吗？不可以，可以赶路。嗯，是不是打完？
不是，我还没吃到那个蛋。哎 ，W 两 A 两刀扎一下 ，A 两下平 A， 这波走呗，这波有点厉害呀，拿了我个一千，我靠！主要是潘森死太快了，潘森死的再慢点就好了，死的有点忒快了。去下路杀这俩人，来妈别死啊，来妈，来妈别着急，来妈我到了，这俩人不一定能走，勾引一波，来一下 A 扎掏两下 W 接吸，点放甲，点点 EQ 耳链平 A 接大招接扎吸，小可爱结果变成了露露，杀个女警吧，中，直接给大掏 Q A 一下，一下平 A 再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吸闪现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往右边闪，为什么他往左边闪？卡 bug 了，兄弟们！卡 bug 了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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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地闪现，我跟你们说是这样的啊，我刚才吸吸完以后，他的人正常应该是在这里，但我闪直接闪到了右边，然后他又给我带到左边了，你能明白不？卡 bug 了，这是一个 bug， 你们可以回放看一眼，不是我闪现的问题啊，我没吸完，吸一半了我能闪，那这不应该让闪现呢，吸一半干啥让闪现呢？卡四爷 W卡 bug 了，这指定是个 bug， 先把眼儿排了，看有没有红，阿卡丽在哪里，打不了，掏两下，扎一下，接大招，小可爱了。哎呀，这露露真是烦死了，我就讨厌这露露。一波零换武，还追呀他？这怎么能零换武了呢？兄弟们，即使我死了，这塞拉斯不是也杀了十一个呢吗？也不太行啊，这。我马上到，
一下 A 和蹦着 A 接杀接平 A 吸二段穿接个 Q 给大招扎一刀 A 接杂破牛扎阿卡丽，哇靠，这阿卡丽这么猛，这阿卡丽感觉大招预判摁快了，我想预判他一手。这露露可太烦人了，早晚有一天我得把他杀了，早晚有一次机会我就拿着我破败之王给他来一波小刀拉屁股。换了吗？没换掉。一起啊，一起团啊，这不能行。这对面打没打大龙？没打应该。塞拉斯虽然装备很好，但是等级并不高啊，跟这阿卡丽装备其实一样，没差多少。去下路。来，阿卡丽可以杀，我直接黑雾 W 点烟扎一下平 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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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扎 W， 我就不用大杀了，我就 A 一下差不多了。一 Q 耳链放烟雾，这他妈无限查克拉。波流走，扎一下地黑岩，接大招，扎死，击，双段一接的时候大走，哎，快跑！野马来了！哎呀，我这咋这么远呢？哎呦，有这么远吗？银马怎么冲这么远啊，我天哪，看来还得出点魔抗，出个什么魔抗，出个影魔刀其实行。来波大龙吧兄弟们，怎么个事儿啊？啥意思啊？小龙，来小龙快！我不用，你自己下的。
这奶妈搁那干哈呢？这奶妈扣一下，扎一下，小可爱。扣一下，接大招，扎一下。打不了套鳄鱼，扎两刀，扣一下平 A 接大招，击鳄鱼一段一，接大招 A 接，扣一下烟雾弹，给我往前追，上哪去了这女警？哇，这女警跑哪去了？谁放的？战争之影，回家。刚才我这个连招有没有很晒的感觉？中推，呀，点烟扎一刀平 A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吸驾，怎么都要推中了呢？这还我直接拆他满甲二塔呀！A 接扎 ，A 接 W 给大招 ，A 接扎接平 A 平 A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哎呀，这么肉吗？这鳄鱼，完了，这怎么团灭了呢？这中路，我靠，三打四团灭了，兄弟们啊！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，咋这么肉呢？这鳄鱼。有点肉啊，这鳄鱼。我来把羊刀吧，我还没试过羊刀呢。我出一个羊刀。这鱼多少护甲呀？怎么能没打动呢？布甲还，布甲还有点克我们。大节奏，我们家四个打三个，让人团灭了，一个没打死。优势局儿，这不是节不节奏的问题。银马刚才没在，就一个阿卡丽加上个女警加上个露露，也不是说装备不太好，你知道吧？这个阿卡丽得杀呀，往后撤，挡死。别在那儿瞅了，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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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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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，还有吸吸吸烟雾弹，真不太行，下把吧。紧着搁这点，不打，点一百遍也没用。